Thank you

ཨོམ་ཨཱཿབཛྲངར་བཾ་མ་ཟདཿ ཨོམ་ཧཱུྃ་བཛྲངར་བཾ་མ་ཟདཿ ཨོམ་ཧཱུྃ་བཛྲངར་བཾ་མ་ཟདཿ ཨོམ་ཨཱཿབཛྲངར་བཾ་མ་ཟདཿ ཨོམ་ཧཱུྃ་བཛྲངར་བཾ་མ་ཟདཿ ཨོམ་ཧཱུྃ་བཛྲངར་བཾ་མ་ཟདཿ ཨོམ་ཨཱཿབཛྲངར་བཾ་མ་ཟདཿ ुŁ ŋaxŋuŋ bàn слишкомALLY bán bài young blood chọa hating and living d95 xóp yóo x が ti rang băn tháp hò x Brazilian chọa d假 om Natural chọa q̰uŋ ڈ guitar r establishment омина é detta hądihat chọa c�ím 대 chọa d ᱫᱚᱱᱮ ᱫᱟᱡᱟᱡᱟᱡᱤᱱ ᱫᱟᱨᱡᱚᱱ ᱭᱚᱱᱫᱟᱞᱤᱡᱚ ᱡᱟᱡᱮ ᱫᱚᱜᱚ ᱪᱚᱱᱫᱟᱡᱟᱱᱟᱱ ᱫᱚᱱᱮ

ཁྱ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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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格达什么东巴都结了啊，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啊，这个菩提心呢，我们前几天都讲过了。啊、呃，但是我们每天啊，每一次。 这个讲课的时候都要提醒大家啊，发菩提心，嗯，因为这个菩提心，这、就是我们啊，无论是我们啊听经闻法啊、烧香拜佛啊等等，所有的这个心善啊，都需要有菩提心。比如说。 啊，藏传佛教的这个密法的密宗的这些衣柜，啊，啊，任何衣柜，仪、啊、那任何一个衣柜，啊的前面就有皈依和发心啊，而且这个皈依和发心的这个这个啊衣柜呢啊，必须要念三遍啊，皈依要念三遍，发菩提心要念三遍的，然后其他的衣柜呢就念一次啊，就念一遍。 就可以了，嗯，那为什么其他的衣柜就只只需要念一遍啊？然后皈依和发心就要念三遍呢？啊，因为皈依和发心啊，尤其是这个发菩提心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啊、必须要念三遍。那、啊啊、实际上也不一定是三遍啊，比如说我念了三遍。 但是呢，这个菩提心还没有发起来的话，还要念啊、呃，继续思辩、悟辩、七辩啊、呃，这样子的。所以，呃，我们念这个密宗的这些衣规的时候呢，也要发菩提心，它也是离不开啊、呃、这个菩提心的。呃、咳咳所以我们啊、呃、听经问法这样子的时候呢，也需要发菩提心啊，啊、呃呃，非常的重要。 嗯、所以，我们每天啊讲课的时候都要提醒大家要发菩提心啊。那么，我们今天也是啊。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怎么样发菩提心呢？我们啊下决心啊，我一定要成佛。嗯，为什么要成佛呢？就是因为我要去帮助啊天下所有的众生。嗯。 或者是我们首先就下决心啊，我一定要啊、呃，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成佛啊、呃，我一定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嗯，呃解脱啊、呃，从这个轮回，从生死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啊、呃，这个工作啊、呃，我一个人去做啊、呃，我一个人去承担这个工作啊、呃，必须要。 学大乘佛教的人，就每一个人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勇气，嗯咳咳，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决心啊！所以，我们首先啊下决心，我一定要啊让天下所有的众生啊，不仅仅是人类啊，天下所有的众生啊，我要让他们成佛，我要让他们解脱啊，我要让他们从这个生老病死的轮回当中啊解脱。 这样子下决心 <coughs>，那么下了这样子的决心，那实际上我这个能不能做啊？能不能这个完成这个工作呢？啊，呃，就是需要有一个方法。首先我自己要成佛啊，我自己成佛了以后呢，然后我就可以啊啊，这个让天下所有的众生啊解脱成佛，嗯。 如果是我自己啊还没有成佛的话，那这是我这是一个啊、呃、一个啊、呃、这个呃发心而已。实际上就是我没办法去做啊、呃，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心，但是呢啊、呃、没有办法去啊、呃、没办法去实现啊、呃。那怎么样去实现呢？首先我们啊、呃、要去啊、呃，我要要我自己解脱。 啊，我要自己解脱。如果我自己不没有解脱，我们帮不了啊，帮不了任何人。呃、这个我们昨天啊也讲过了。老师教学生的时候，老师首先他自己去学习，然后再去教教学生啊。医生给别人治病的时候，首先啊，医生他自己去学医，然后啊再去治病。 啊，这个并不是说自己还没有学习的时候去教学生啊，自己还不懂乙的时候就知兵啊，这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学佛也是啊，不例外。我们首先啊，要自己成佛。虽然我们的目标啊，不是为了自己成佛，不是为了自己的解脱，而是为了赌一切终生。嗯，但是呢，咳咳啊，这是这虽然是我们的目标，但是。 这个还是要我自己成佛才能够做这件事啊、呃！如果我没有成佛，那我永远都是呃只有发心啊、呃，没办法去做。嗯，所以首先啊、呃，我们要考虑自己成佛。嗯，那怎么样成佛呢？佛是怎么样成的呢？啊、呃，那就是首先要去学习啊、呃，学习修心啊、呃，这样子才能够成佛。我们昨天。 啊，也给大家讲过了，烧香啊，拜佛啊、呃，就松紧、持咒啊、呃，这些都是很好的，都有功德啊、呃，我们都可以去做，啊、呃，但是啊、呃，这个都必须要在这个菩提心的啊、呃、基础上，在菩提心的发心的基础上才可以的啊啊、呃呃，如果不是菩提心，如果没有了菩提心啊、呃，那这样子的话，这些都啊、呃、不能。 啊，让我们解脱，所以这菩提心是非常重要啊。我们呃这样子下决心，但是这个决心啊，必须要有长时间的训练啊，逐渐逐渐的训练。训练了以后呢，然后我们才有啊这样子的这个慈悲心。嗯，要有慈悲心啊，要有同情心啊。首先，我们必须要懂得爱所有的众生啊，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父母啊，生病了啊，我们很难受，我们一定啊送他到医院，我们一定想办法啊，这个治好他的病啊。但是一个陌生人啊生病了，我们不会这样子的，那、啊、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我们很爱我们的父母亲人，然后不爱陌生人啊。实际上就是这个原因。如果 就爱我们的父母一样的爱所有众生的话，那就就像自己的父母生病的时候一样，陌生的人生病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帮助的啊 <coughs>。所以这个这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区别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爱或者是我们的慈悲心啊，是非常非常的有有限啊，这个范围很小很小，嗯。<coughs> 那怎么样，我们能够让天下所有的众生啊，都像我们自己的父母亲人一样的看待呢？啊啊，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这是非常的难，这个难度很大啊啊，所以要训练啊，要训练，训练就是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讲，就是修心啊，就是修菩提心，嗯。 然后菩提心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训练的方法啊，锻炼的方法特别的多。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了。如果我们喜欢简单的，那就有简单的训练的方法；如果我们喜欢啊，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的啊，这样子的话，那也有这个复杂一点的这个方法啊，都有的，各种各样的方法都有。 啊、呃，所以自己喜欢什么样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啊、呃，都有啊、呃。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啊。那我们把这些修法当中呢，啊、呃，很多的修法已经给大家啊、呃、翻译了，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大家可以一步一步的去学啊、呃。首先去学，嗯，学好了以后呢。 需要一定的时间啊，当中要实实在在的去训练，嗯，要静下来训练啊，必须要有这样子的时间啊。如果没有时间，我们啊，就是工作的时候、生活的时候，顺便去啊修一修，顺便去想一想，嗯，这个很难啊，这必须要有专门的时间啊来训练。 啊，这就叫做修菩提心，嗯，修了菩提心，然后修了菩提心以后啊，然后以后呢，我们从此以后有了这个菩提心以后呢，啊，我们是什么呢？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啊，不仅仅是一个学佛的人，而且就是菩萨啊，就叫做菩萨。谁有了这样子的菩提心，谁就是菩萨啊。这个是大乘佛教的标准啊。 菩萨，我们通常啊，我们的这个心目当中，什么是菩萨？一提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呢，啊，要么我们就会想啊，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就在这个佛陀身边的一些像观世音菩萨呀、文殊菩萨呀等等啊；要么我们就会想到这个寺庙里面的这些塑像啊，观世音菩萨的像啊，文殊菩萨的像。啊 嗯，啊、嗯呃，菩萨这两个字，我们就是、就是我们的这个啊、呃、理解就是这两个，我们不认为我们自己是菩萨啊、呃，但是实际上就不是这样子啊、呃，实际上啊、呃、大乘佛教啊、呃、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这些所有的大乘佛教的这个啊、呃、精华浓缩了以后呢。 啊，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入心论啊，吉天菩萨的入菩萨心、啊、论。什么？入菩萨心论就是整个的大乘佛教，整个大乘佛教的精华浓缩版啊。像华严经啊，这个大涅槃经等等很多很多的这个佛经里面呢啊讲过这些啊，但是呢讲的就。 很啊，很很分散啊！我们要把这么多的佛经里面的东西要集中起来，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啊可以操作的东西啊，要要要它把它变成一个方法论啊，这个就是需要大智慧，我们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啊，所以我们需要看龙树菩萨、祭天菩萨等等过去的这些。 成就者啊，那么他们呢，把整个的这个大乘佛教的佛经了解了以后呢，啊，了解的非常彻底啊，这样以后呢，他们把所有佛经的内容啊，就是浓缩啊，然后就写成了啊，这个论啊，这叫做论。啊，其中大乘佛教，尤其是关于啊菩提心方面的这个浓缩版，就是啊，就是这个。 如菩萨心论啊，我们平时就叫如心论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嗯。然后我们学如心论啊，通过如心论的学习啊，然后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菩提心啊，什么是菩萨啊，就是在这个如心论当中啊，讲得非常清楚了。只要有这样子的心，有这样子的发心的人啊。 就是菩萨啊，泥塑的佛像啊，这是佛，这是这是菩萨的形象啊，这个不是菩萨啊。我们寺庙里面的这些啊啊泥塑的铜雕可雕刻的啊这些菩萨呢，就是菩萨的形象，它不是菩萨。真正的菩萨就是人啊，人那什么样的人是菩萨？只要有这个菩提心的人。 就叫做菩萨啊，所以我们有一天我们成功的啊发了菩提心，修到了菩提心的话，那从此以后呢，我们啊自己就是菩萨啊，所以我们要努力，这个是非常非常啊重要的。这个菩提心呢，整个大乘佛教里面呢是这个最重要的，是大乘佛教的精华啊。那这个修法呢？ 我们今天啊，不是讲这个修法。我们曾经讲过，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啊、呃，去这个在在网上啊，可以看书，然后可以看这些视频啊、音频，什么都有。这这方面的资料是非常非常多的。好，请大家啊，这样子发菩提心啊，真正的标准的菩提心，我们今天可能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这个需要。 训练啊，需要修心，需要长时间的修心，最终才会有菩提心啊。那没有这样子的菩提菩提心，我们今天发什么心呢？啊，我们就是被动的啊啊，就是不是很主动的啊，被动的，或者是强迫自己去想啊，我要一定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成佛啊。那我们发自内心的想过这样子的事情吗？ 可能是还比较少啊，没有这么这没有没有没有法则类型的去想过。但是呢啊，我们要学大乘佛教，我们要选择这条路的话，那就必须要这么做。所以首先啊，我们想我一定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啊解脱，这个就是我的。 目标啊，我的生存的目标，这不仅仅是我的这一生的目标，而且我的生生死死的啊，乃至成佛之间，或者是成佛了以后，我的工作也就是这个啊，所以我就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我的生生死死，不仅仅是这一世、下一世、再下一世啊，甚至是成了佛以后的目标也是这个啊。 这只是我的唯一的目标啊！所以我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成佛。当然，今天让我去做这件事情，我没办法做。但是呢，我一定要往这个方面努力啊！我一定要往这个方面努力。什么时候啊成功？什么时候成就？啊，这个我们现在说不清楚。但是呢，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勇气啊，那总有一天。 一定会啊，一定会成功的。嗯，这个我们总有一天的意思呢，啊，这个并不是说下一世再下一世这一生当中啊，发菩提心，发出一个标准的菩提心啊，这个我们一定会能做得到的啊。如果我们说啊，我要这一生当中要成佛，要即生成佛啊，那这个可能是。 能做到的可能是少数的人，嗯，但是如果我们啊要求自己啊，我们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啊，就是我们就做一个人生的一个计划表啊，我今年啊做什么，明年再做什么等等，这样子的话，那我们首先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啊，一年或者两年或者三年之内啊，我一定要。 发出这样子的这个菩提心啊，我一定要有一个标准的菩提心，嗯，这样子可以给自己呀、啊、定一个这样子的目标，啊，然后呢，啊，有了这个菩提心以后，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去修，所这从此以后呢，所有的修心啊，啊，所有的心善啊，都变成非常非常标准的啊，这个大乘佛教的是、呃、这个心修心啊，非常有意义。 所以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首先呢、啊，学大乘佛教就是要有菩提心。嗯，我们现在很多很多啊，很多人经常都喜欢去观顶啊，还要去受菩萨戒啊。那没有菩提心，我们能只能够受这个菩萨戒吗？不可以的啊。菩萨戒啊，必须要有出这个菩提心啊，才能够受。嗯。 在菩提心的基础上啊，我们去受菩萨戒，才能够啊得这个呃标准的菩萨戒。没有菩提心啊，修、呃、了菩萨戒也是没有太大的啊、呃，没有太大的实质性的意义。所以啊、呃，这个菩提心这个关，我们一定要过这个关啊、呃，一定要过这个关。如果没有了出离心，没有了菩提心啊、呃，那我们做任何事情，都。 没有太大的意义了，都变成这个我们昨天讲的这种形式主义。所以要发菩提心啊！我们今天也要希望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说我一定要、呃、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成佛。所以我是要，我首先要成佛啊！为了成佛，我今天啊听这个课啊，听完了以后呢？ 啊，我要去修心啊，一步一步的去修，那么这样子的话，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成佛的。成佛的时候，我去度啊众生，嗯，这样子发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呢，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好，接下来我们讲啊，今天的这个科啊，今天的科是什么呢？啊，我们啊就接着昨天的科啊继续讲啊。昨天我们讲了佛为什么。 要讲空心啊、呃，这个我们昨天的这个啊、呃、题目，然后今天呢啊、呃，那什么叫做空心啊、呃？空心是什么呢？嗯，我们所有的人啊啊、呃呃，不管是佛教徒啊、呃，非佛教徒啊、呃，他们也知道佛教在讲空心啊、呃，佛教在讲空心，啊、呃，很多很多的人都知道，嗯。 啊！但是真正的什么叫做空心呢？啊，不仅仅是非佛教徒啊，连佛教徒也不一定能够理解啊，能够正确的理解这个什么叫做空性啊。所以这个空心是相当的相当重要啊。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的这个精华是什么呢？啊，也可以说把这个整个的佛法。 八万四千的法门啊，可以经，可以归纳两个字啊，两个字，两个字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直和“智”和“倍啊，“智悲”。智是什么？智慧啊，智就是智慧。嗯，悲就是大悲心啊，大悲心。嗯，为什么这两个啊？这两个这么重要呢？啊，大乘佛教讲。 智悲双运啊，双运就是智和悲的一个圆融啊，一个结合啊。智和悲两个都需要，一个都不能缺少啊。为什么不能缺少呢？如果没有悲啊，如果没有大悲心，没有大慈大悲心啊，只有智慧啊，没有大慈大悲的心啊，那这样子的话啊，虽然是自己因为有。 这个智慧，他有可能自己解脱了、嗯、啊，他可以了脱自己的生死，嗯，但是呢，因为他没有大悲心，所以他有可能他不会去考虑啊度众生啊，他不会考虑度众生，就像小乘佛教的阿罗汉啊一样，小乘佛教的阿罗汉，他的智慧虽然没有像佛的智慧这么的广大，但是呢。 他还是有非常了不起的智慧啊，啊，但是因为他没有大悲心，所以呢，他不去度众生的啊，他自己解脱了，但是他不去度众生啊，就是这样子。啊，如果没有智慧啊，有大悲心啊，如果有大悲心，有大慈大悲心，没有智慧啊，那么他是啊想度众生，他一定会投入到。 啊，读中生的这个工作当中，啊，但是呢，因为他没有智慧，他就是没办法读，啊，没有智慧啊，因为他没有智慧，所以没有办法读。啊。那么既想度众生，又能够度众生，这样子的话，那就是需要这两个知和悲啊，这两个都需要的。只要有这两个啊，有知有悲啊，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可以自利利他。 那、呃、完全是可以自立利他，嗯，<coughs> 所以智和悲就是整个大乘佛教的精华啊。那么悲，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菩提心就是悲啊、呃。智是什么呢？啊、呃，智就是智慧啊、呃，智慧啊、呃。那么智慧是什么啊、呃？佛经里面有些时候把智和慧啊、呃、分开讲啊、呃，有些时候呢，智和慧两个就是一个意思。 啊，那么智和慧，我们啊世俗的人啊，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聪明啊，有些时候呢，这个也叫智慧啊；有些时候呢，聪明就不等于啊智慧啊。那到底这个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就是正悟空心啊，正悟空心的智慧才叫做智慧啊，正悟空性，嗯。 <coughs> 那什什么叫做这个真空心啊？为什么要真空心？我们昨天讲了啊。那我们接下来讲什么叫做空心呢？嗯，首先啊，首先我们啊，要把这个呃、啊、生疑敌和世俗敌啊这两个是一个佛教的一个专用的词。我们首先把这两个分开啊。啊，为什么要这么分开呢？啊，我们。 如果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今天我们能够听到的这一切啊，如果说不存在啊，不存在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不分别，如果不进行任何的解释，直接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东西不存在，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说不过去的啊。明明是存在的，明明是我们感受到了，我们看见了，我们听见了，怎么可能不存在呢？啊，就是这样子，说不过去的啊。 所以，我们把这个分开啊，分什么呢？为什么要分呢？啊、呃，这个我们可以啊，可以这么讲。比如说，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啊，做梦的时候，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分别，没有什么分别，那个时候只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啊，梦里面的世界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啊，那个时候呢？ 不分什么真和假啊，只有一个真的啊。梦里面的这一切，对做梦的人来说是非常的真实啊，非常非常的真实，一切都是真实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分真假啊，没有办法分，都是真的啊，不分真假。嗯，那什么时候可以分真和假呢？啊，当这个人醒过来了以后啊，才可以分。 真和假啊，这个时候怎么分真和假呢？这个时候是可以说啊，我现在的这个现实生活啊，这个是真的啊，是真实的。嗯，然后我睡着了以后，我看到的这一切啊，我的这些经历，我的感受，我看到的外在的世界啊，这就是假的,啊,是假的啊，这就是假的。现在的啊，这个。 这个现实生活是真的啊，这个时候呢可以分真和假啊，这时候就可以分真和假。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可以说啊，梦里面我们做梦的时候，啊，看到的啊，我们对这个做梦的人来说啊，我们不能否定啊他的看到的这一切啊。 但是，那什么时候可以否定呢？啊，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可以否定这个梦里面看到的它的一切的真实性呢？啊，就像我就是我们醒过来了以后，才可以去否定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它是假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否定。这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真的是真实的世界和虚啊虚幻的世界。 虚幻的世界是梦啊，真实的世界就是现实生活啊。这个时候呢，佛教啊就讲生疑低和世俗低啊。世俗低的意思就是一个虚幻的世，这个呃、啊、虚拟的啊虚拟的世界，虚幻的世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啊，叫做实俗。世俗的意思就是这个，嗯。啊 啊，世俗第一啊，为什么叫第呢？第这个字啊，也是真实的意思啊，真实的意思。那做梦的人啊，对做梦的人来说啊，他梦里面的所有东西对他来说是很真实的啊。所以呢，世俗的后面要加一个底字啊，世俗一就是说，做梦的人对他来说。 梦里面的一切都是很真实的啊，所以后面加一个弟子“弟字是足底，嗯，然后圣一啊，圣一地，圣一地是什么？圣一地就是这个物质的本本质啊，真真实的东西啊，真实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现实生活啊，现实生活相对来讲啊是真实的啊。 就是对这个梦里面看到的东西来啊、呃、来讲啊，那现实生活啊，就是啊、呃，相比之下它就是真实的啊，所以叫做圣与敌啊，这两个分开了，嗯，咳咳啊，这个不是佛教啊，去创造两个圣与敌和实际世俗的啊。 不是佛教去创造这样子的两个世界啊！我们昨天也讲过了，这个世界不是佛创造的啊，啊，而是本来就是有这样子的两个世界啊。然后佛教就揭示这个世界啊，佛教就认为我们把应该把这两个分开来讲啊。如果不分开的话，这是说不过去的。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啊，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 正在这个做梦啊，他梦里面他看到什么呢？梦里面他发财了啊，发财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如果我也可以进入到他的梦里面的话，那我就到他的前面去啊，告诉他你这个是假的啊，你没有发财啊，那他永远都听不进去的，他不会相信的啊，他不会相信，他一定会反驳啊，怎么可能是？ 假的呢？呀，这个钱是我怎么怎么怎么赚来？我去工作，我去做生意，还有我去什么啊？就就去处理啊，去做一大堆的事情啊。最后的我自己的啊，这个劳动的结果，我怎么怎么可能这个是假的呢？他永远都会听不进去的啊啊！但是这个人醒过来了以后呢？啊，那个时候告诉他啊，你做梦的时候，你是不是啊梦到？ 说发财了啊？那我告诉你，这个是假的啊。他醒过来了以后呢，他能够接受啊。梦里面是不能不能接受的，所以，所以啊，这个分开来讲是对的啊。如果不分开讲，比如说我们现在啊，我们刚才讲了啊，我在做梦了，我在我我梦到我发财的时候，有一个人突然过来，你没有发财，我不能接受啊。同样的，我们现在就活在这个。 现实生活当中，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过来告诉我们：“你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啊！”那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怎么不存在呢？我明明看得见、听、摸得着，这个怎么可能是不存在呢？啊，那这个都不存在，那这个都不真实，那什么是真实？我们一定会这么讲啊！所以佛就把这两个分开啊，分开来讲。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比如说啊、呃，我们啊、呃、用肉眼啊看某一个东西啊前面的某一个物质，和用显微镜来看这个物质啊这个物体，那么两个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完全是一个静止的啊，精致的物体啊，一个静态的啊。 然后显微镜它看到的呢，它不是一个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啊，就是一个一个运动的物质啊，这里没有一个静止的物质，这就是一个运动的物质啊。用我们的肉眼看啊，那这里没有一个运动的物质，这明明是一个静止的物质啊。现在就是有两个不同的结论啊出来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判断啊？谁的结论是对，谁的谁的结论是错呢？嗯，那我们只能分开讲啊，分开讲。啊、呃，从从我们的感官的角度去讲啊，从我们的感官的角度去讲啊，那这张桌子、这张椅子啊，或者是这栋楼，它是一个静止的、静态的物体，这个是对的啊。 对的，所以这个后面呢，我们也加一个子“地”字啊，因为它也是真实的啊。对我们的器官、我们的这个感官来讲，它们都是存在的啊，所以它是对的。然后呢，从这个显微镜的角度来讲啊，从显微镜的角度来讲，那这里没有静态的物质，这都是运动的啊，这个也是对的。所以呢，它的后面呢。 我们也讲一个底子“低”字啊，它也是对的啊。那这两个不同的结论当中，哪一个是对的呢？啊啊，从他们两个各个的角度来讲，两个都是对的。那他们两个，我们啊，当中那一个是对的呢？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会说纤维，宪伟金啊是对的啊,啊，这个我们的肉言是错的。 啊，然后呢，梦和现实也是一样。那梦和现实啊，从各自的角度来讲，各自都是对的啊。但是这两个放在一起啊，从中我们要选一个对和错的话，那我们一定会想讲现实生活才是对的，梦里面都是错的啊，会这么讲。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两个世界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啊，就叫做。 二敌啊，二帝啊，佛教里面讲二帝，生以帝和世俗帝。这就是为了方便我们的理解啊，为了方便我们理解，就分了两个两个世界。那、啊、实际上是没有两个世界啊，大家要知道啊、嗯。实际上，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啊梦到的世界。 跟我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当中，只有一个是真实的，没有两个世界。嗯，只有只有一个是真实啊，没有两个实，没有两个世界。嗯，还有一个我们的肉眼看到的这个静止的物质和纤维镜看到的啊这个动运动的物质当中，只有物质只有一个，没有两个物质，只有一个是对的啊，它没有两个。嗯。 同样的，这个世俗谛和生意谛当中，只有一个啊，一个结论不会有两个，实际上是不会有两个。但是呢，为了方便我们理解啊，就把这两个分开讲啊，分开讲，分开讲的话比较啊容易啊比较容易理解的啊。这个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生意谛和世俗谛啊，佛呃大乘佛教。 尤其是这个，中观啊，经常讲讲，经常讲这个二弟啊。那我们和有些人讲啊啊，那既然都不存在了，都是空心啊，那是不是因果也不存在了啊？那是不是佛也不存在了？啊、那是不是佛法僧都不存在啊？啊，然后有些人说啊，这个呃、啊，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 哦，有些人这样子理解啊，但是这些都是不对的。如果是因果不空的话，那万法就是因果啊，万法就是因果。如果因和果不空啊存在的话，那等于就是万法都是存在了，万法都离不开因果啊。这个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啊，善恶因果是不空啊，除了善恶因果以外的都是空啊。 这个是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什么呢？它的依据是什么呢？没有依据的啊、呃，所以，所以不是这样子，不能这样子解释啊、呃。从我们刚才讲的二谛分开了以后呢，啊、呃，分开了以后呢，从世俗地的这个层面将，讲因果啊存在的啊、呃，然后呢，佛也是存在，佛发生啊，因、呃、果轮回。 都是存在啊，善恶也是存在，包括你我他，然后一切的物质啊，都是存在。从这个这个层面来讲啊，但是它的存在是真实的存在，还是一个虚拟的存在，那是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我们进一步的去探讨啊，它是真实存在，还是啊虚幻的存在？而进一步的去了解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会发现，啊、哦，它的存在不是真实的存在，而是一个虚拟的、虚幻的存在啊。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呢，啊，我们做梦的时候，啊，我们啊认为梦里面都是存在的啊。对做梦的人来说是存在，但是它的存在的方式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就是以一个虚幻的世界的方式。 存在，但是呢，做梦的人他自己没有感觉到这是虚幻的世界而已。实际上，他的存在的方式呢，就是一种虚幻的方式存在的啊。呃，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实世界啊，现实生活也是啊，完全是一样的啊。这个我们很多人来说不太好理解啊。 释迦牟尼佛也讲过了，这个空心啊，不能理解的人，当中不要去讲空心啊，不能讲啊，因为很多人这两个分不清楚了以后呢，就是产生很多很多的啊疑问，就是让人更加的疑问啊，更更加的啊，产生更多的疑问啊，说一切都不存在了。那么我们一方面就说啊，我们。 呃，应该去啊、呃，这个学佛发菩提心，要度众生啊、呃。然后就是有善恶因果，有地狱，有六道轮回啊。那么，又另外一方面讲，我们什么都不存在啊。那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啊？如果不存在，那如果不存在，那我们度什么众生呢？为什么要发菩提心？不就是度都不存在了吗？啊？如果存在啊，善恶因果，一切都存在，那存在就。 这不就是真实的存在吗？什么空性啊？什么叫空性？不就是都是存在的吗？啊，这两个我们分不清楚的，所以佛就把这两个分开来讲啊。这是必须要分开的，就是梦里面的世界和现实世界要分开讲啊啊。那我们如果我站在现实生活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梦里面的都是假的啊。 都是假的，我可以完全可以否定啊。但是如果我站在猛的这个角度去讲的话，那这个是不能否定的，它都是真实的啊，都是真实存在的。同样的啊，从我们的感官啊，这个世界存在和不存在，还是我们的这个几个感官啊，这个几个感官、几个器官说了算，没有其他的啊，没有其他的。 啊，这个依据，科学家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啊，这个仪器，但是最终还是要眼睛去看啊，眼睛去看啊，不是以神通啊，不是以这个大作，还是最终还是以这个器官来决定它的数据是多少多少啊，所以这个世界存在和不存在。 一切都是都是以我们这几个感官啊，这几个器官啊决定。嗯，他认为有啊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如果站在这个我们的感官的角度去讲啊，那现实生活啊是真实的啊，它是存在的啊，你我他我们都存在。 轮回存在，六道存在啊，善恶因果存在，都存在，啊，都是真实的。我们可以这么讲啊，那什么时候它不存不存在呢？啊，如果我们站在啊更高一个级别的这个这个感官啊，那就是佛的感官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感官啊分三种不同的器官或者感官啊，最低层的。 是我们梦里面的啊、呃，这个奇观。梦里面呢，我们也有一个身体啊、呃。梦里面我们也有一个身体，比如说一个盲人啊、呃，他会做梦。梦里面呢，他有眼睛，他可以看得到啊。聋、呃、哑人他会做梦啊、呃，梦里面他可以听得见声音，他可以看得到东西啊、呃。那么这个。 也是一种从猛的角度来讲，它就是一种奇观啊，它就是一种神体。用佛教的话来讲，这叫做意神啊，意神就是我们的意识创造出来的一个神体啊，而不是柔身啊，不是柔身，就是意神，就是我们的意识创创造出来的。 一个身体，它同样也是身体，那、啊、同样也是器官。这个器官是可以接接触到外面的这个世界，可以感觉到外面的这个世界啊，这是一个器官。嗯，然后第二个啊，干官呢，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的，我们现在在用的啊这个干官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佛菩萨的啊干官。佛菩萨的干官呢。 就是通过修心啊，通过修行，通过修心的方法，把我们的感官已经升级了啊，已经升了级别啊，已经已经升级以后的啊感官。我们的这种这个感官呢啊，父母给我们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感官啊，但是这个感官是没有任何的啊，这个神机，没有做过任何的这个神机啊，所以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东西呢，啊、呃，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啊、呃。除了我们现实生活的这个大家都能够看到的东西以外呢，我们看不到什么啊、呃？为什么看不到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感官呢、啊，它没有升级啊、呃，没有升级。嗯，然比如说梦里面的这个感官啊、呃，它醒过来了以后呢，它就会消失了。 啊，然后他就回到我们现实生活的这个感官这个状态。到这个时候呢，用我们现在的感官来看这个世界，嗯，然后得到的结论就不一样，嗯。然后佛啊，佛菩萨，尤尤其是八地菩萨啊，或者是一地菩萨啊，他们的感官啊，跟我们的不一样。那他看到的这个感官，他看到的世界呢？ 啊，然后又是另外一个这个世界，啊，都不一样的，这个感官层次不一样啊。这跟、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了，外面的这个世界，啊，外面的世界，啊，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啊？它的存在的方式是什么样子啊？这个不是啊，它本它的本质呃、啊、来决定啊。 而是我们的感官来决定啊，我们的感官是什么样子，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样子啊？这个《华严经》当中啊讲的很清楚的，《华严经》里面讲啊，很多的啊天人啊天人，然后呢在一个啊一个碗里面呢吃东西啊，一个碗里面吃东西。 那一个碗里面吃东西很多的这个天人，在一个碗里面吃东西，但是呢，他们吃到的味道啊、呃，都是不一样的，嗯，都是不一。样。那是因为各自的啊、呃，这个呃野力啊、呃，因为是各自的野力，所以它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啊、呃。天人的这个甘露啊、呃，我们讲的甘露，天人的甘露是他他们他们这个吃啊、呃，他们。 尝到的这个味道是不一样啊、呃。同样的，我们有不同的啊、呃、这个感官啊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呢，然后就得到不同的这个结论啊。呃、就像我们梦里面的感官去看这个世界，然后就看到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啊，让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的感官看这个世界，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然后呢，有佛菩萨的啊，这个感官被提升了以后的感官看这个世界，然后又变成了虚拟的世界啊，现实生活也就是像梦里面一样，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啊，这里没有一个真实的世界。 只有一个虚幻的世界，但是我们的感官看这个世界呢？这里只有一个啊，真实的世界，没有一个虚幻的世界。嗯，这一点啊，这一点一点都啊不用不用不用怀疑。比如说，我们非常清楚的，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我们的肉眼看到的跟显微镜看到的完全是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如果跟比显微镜啊。 还要厉害的啊，这样子的感官，这样子的器官来看这个世界，那一定会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所以这个世界啊，首先是我们要分啊这样子的层次来理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生一敌，什么叫做世俗地啊。从世俗地的角度讲啊，我们要有有有阴有山有恶。 有善恶因果，哦、呃，都是存在的；轮回啊，众、呃、生佛啊、呃，都是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呃，我们需要啊、呃，这个学习，需要修心啊、呃，需要度众生啊、呃，这样子。然后呢，从另外一个啊、呃，从另外一个这个感官啊，从另外一个一个角度讲，那没有没有众生啊、呃，也没有佛。 都是没有的啊，但是我们还没有到达这个境界之前啊，我们啊不能说没有众生啊，因为对我们来说有啊，都都都是很都是很实在的啊。比如说梦里面的人啊，做梦的时候呢啊，他就啊应该应该说啊，梦里面的这东西都是存在的，因为对他来说是很真实呀、啊。那那个时候呢？ 他从这个角度来讲啊，这些都不存在，是没有用的。他明明感受得到啊，他梦里面发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会影响到他啊，所以这个时候是不能说没用啊。这两个要分清楚，世俗低和胜意谛，呃、啊，分开讲啊。世俗低当中有善有恶啊，都存在。那胜义谛的角度啊。 讲的话，那就是这这些都这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啊。这个，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做梦的人的角度来讲，梦里面的都是存在；而已经醒过来的人的角度讲，那梦里面的都是不存在啊。同样的，我们的现实生活也是这样子啊。这个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这样子的观概念啊，实数低和生意低的这个概念，这个要分清楚，否则的话。 我们讲空心啊、呃，就是就是很混乱的啊、呃，分不清楚的。好，然后呢，我们再讲进一步的这个去讲啊、呃，空心啊、呃，什么叫做空呢？啊、呃呃，简单的理解啊，空实际上这个空，佛教里面讲四个空心、十六个空心、十八个空心、二十个空心啊。 讲很多很多的空性，嗯，然后又讲单空、他空、自空啊等等，讲特别特别多的空性，嗯，啊，那我但是我们啊，首先我们要学最基本的啊这个空性啊，我们先学最简单的空性啊，最简单的空性是什么啊？叫做藏传佛教里面叫做单空啊，单空是。 比较简单的啊，很简单的一个空心啊，这个我们在理论上啊，我们很一下子就明白啊，理论上啊，但是理论上明白了，这个如果不修不修行的话啊，那我们这个这个空心是不给我们啊解决什么问题，那、啊、这是理论上的知识啊，书本上的知识不能解决问题。 如果这个空心呢、啊，就是变成了一种工具啊，然后这个工具把我的所有的烦恼都要断掉啊，它要变成一个这样子的有利的这个工具的话，那就是我们不要把它让它停留在这个知识的层面啊，就要修，要变成我们自己的体会啊。这个时候呢，叫做正悟空心啊，正悟了空心。 嗯，这样子，这叫做正悟空性。正悟空性以后，然后我们的很多的烦恼啊、呃，很多的烦恼，嗔恨心、欲望啊、呃、过度的欲望，然后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烦恼啊、呃，都可以逐渐逐渐的可以消灭啊、呃，可以消灭它们。啊、呃，啊、呃，我们刚刚正悟的时候，刚刚正悟空性的时候，这些空这些烦恼。 存不存在呢？啊、呃，这个时候这些烦恼还是还是会有的啊，啊、呃呃，很多时候这些烦恼都会出来的啊、呃，但是出来了啊、呃，它不会像现在这样子影响我们啊、呃。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啊、呃，就有一个很小的事情啊、呃，比如说发生了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嗯。 本来就是根本就不是就那么严重的问题，但是我自己把它当作是一个很严重问题来看，我自己特别的执着，特别在乎这个东西以后呢，然后啊，它对我们的影响啊是非常非常大啊，它让我们不开心啊，让我们烦恼，让我们失眠啊，让我们得抑郁症啊等等，嗯，就是这样子啊，那现在是这样子的情况。 啊，然后正悟了以后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正悟了以后啊，刚刚正悟的这个阶段当中呢，啊，这些烦恼有没有？还是有的啊。但是呢，这些烦恼，它已经失去了它的力量，嗯，已经失去了它的力量，它的真正的这种它的核心的力量已经抽空了，已经不存在了啊。那这个时候的烦恼呢，实际上啊。 实际上就是一个心识的烦恼，就像我们现在搞的很多发挥是心识主义的发挥啊。那那个时候我们的烦恼就变成了心识的烦恼，就一个表面的烦恼啊，看起来就是一个烦恼，但是它没有实质性的力量啊，它不会啊像现在这样子影响到我们。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肉体还是会感受到痛苦。 生老病死还是会有的啊，精神上的这些痛苦先啊消失了啊，因为精神上的这些所有的痛苦啊，就是因为我们去执着这个世界，我们太执着、太在乎这个世界啊，然后因为我们特别的在乎、特别执着以后呢，我们就是强烈的希望这个世界一定要啊。 按我的想法去变啊，按我的想法去发展，嗯，但是这个不可能的，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啊。那它自己的规律让它发生，就是我不想的、啊、这个不想的方向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特别的啊，特别的痛苦。这个时候我们特别痛苦啊咳咳，那是因为我们特别的执着这个东啊，这个的原因。 啊、呃，证悟了以后呢，啊、呃，他就非常清楚的知道了这个世界啊、呃，就像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啊，虚、呃、幻的世界，就像梦里面的啊、呃、世界一样。比如说梦里面的世界，如果我们知道了自己在做梦的话，那它怎么样变都无所谓啊、呃，就是随它的。 啊，他怎么样变就怎么样变，我们不会执着啊。我们知道在做梦的时候呢，我们不会说他一定要让我的想法去做啊，一定要让我的，一定要跟着我的，按我的想法去变发展变化啊啊，不会这样子。呃、啊，就他怎么变就怎么变，无所谓，就这本来就是假的啊。正午了以后呢，就是这样子，他不会啊，不管是这个这个。 这些事情怎么样变化啊？他对他来说啊，不会有，不会有影响的啊。这个时候呢，他啊，就把这个真理就告诉了更多的人啊，更多的人在这个痛苦当中就摆脱啊，每一个人在内心的世界当中就得到了一个真实的自由啊，真实的自由。嗯，如果还没有达到这样子的境界的时候呢，啊。 那我们的所有的自由啊，各种各样的自由都有了，但是呢，自己的内心的这个自由啊，这个自由没有得到这个自由的时候呢，外在的所有的这个自由啊，人生的所有的自由该有的都有了啊，但是最终还是感觉不到自由，还是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啊控制我们啊，还是不能自由啊，那这是我们自己的心。 啊，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嗯 <coughs>，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把打破啊，打破这种执着啊，没有了这个执着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这些烦恼啊，没有烦恼，没有痛苦，逐渐逐渐的啊，然后再进一步的去修的话，那就最后啊，到了一地菩萨的时候呢。 肉体上的这个啊痛苦也会消失啊，肉体上的这个痛苦也会消失，肉体上的痛苦也会不存在的啊。但是还没有到异地之前啊，我们在理论上啊，或者是我们感觉到了空心啊，但是因为我们的空心啊还不强大啊，不这个力量啊不够大。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会有痛苦啊，但是跟以前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嗯，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真正的获得了自由了啊，自己把自己解放了啊，自己把自己真正的解放了。从此以后，我们生生死死啊，无论到什么样的地方，无论到什么样的世界啊，这个世界不会啊，不会影响到我啊。但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啊。 阿赖耶识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种子，所以这个世界还是会存在的，还是会啊、呃、出现的啊，它还是有它自己的这个规律啊，去变去发展，嗯，但是它怎么样发展都没问题。我们这个时候呢啊，不会啊，不会强求它一定要这么发展，一定要那那样子发展啊。那个时候呢就叫做随缘啊，随缘。 或者是我们佛教讲的顺其自然啊，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或者是随随愿啊，这些事情我们很多时候都误解啊，错误的理解，那是不对的。真正的这个意义呢啊，就是顺其自然啊，它有它自己的这个因和缘啊，那它顺着它的因和缘啊，会变化的啊，那它就。 就就就这样子变化，是他自己的因缘决定。但是他的这个变化啊，往什么样的方向方向变化也好啊，我的这个心啊，不会受到他的影响啊，因为正悟了空性。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梦里面的啊，这个梦里面的很多的东西啊，它的变化啊，它的这个发展。 不会影响到啊，知道是梦的话，不会影响，就这样子的道理啊。正午了以后呢，我们还是要去啊，还是要去工作啊，还是要去赚钱，这个家庭还是还是需要的，因为我们这个时候的真悟空心的境界还没有达到很高。那、啊、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是佛啊，也不是异地菩萨，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的觉悟。 稍微提高了一点点而已，但是很多的根本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这个时候呢，啊，我们不是不需要啊赚钱啊，不是不需要生活，还是要生活，还是要去工作一样的啊，但是内在的觉悟已经提高了啊，觉悟提高了以后呢，我们的这个慈悲心啊更广啊更大，然后我们的自私自利的啊这种心。 就会慢慢的在淡化啊，慢慢的淡化，让我们的这个抱怨、仇恨啊，这些，还有就是对物质、对名、对利的这种、这种啊、这种非常啊严重的或者是过分的这些啊欲望啊，本来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但是这些就会这些会逐渐的会减少啊。过分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物质啊，我们我们以拥有这个这个身体啊，在这个世界上要生存的话，那我们需要有这个足够的物质啊，需要有水，需要有空气，需要有其他的食物啊，这个就是我们依靠这些东西要生存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呢，真悟了是不是就是不需要吃饭呢？也不是啊。 还是需要这些东西啊，那么需要这些东西的话，这些东西我们自己要去创造，所以还是要去工作的啊，还是要去做这些事情。但是觉悟不一样啊，内在的觉悟就不一样啊。这个时候我们不会获得现在啊这么的辛苦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不会啊，别人跟我说一句。 稍微有点点不好听的话的时候，我立即就不高兴啊，然后自己的内心当中就影响特别特别的大啊，影响特别大啊，呃，那个时候就不会这样子啊。那这个叫做初步的、初步的整悟啊，初步的整悟，这个机会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的，而且这个机会呢。 不是相当的难啊！如果我们稍微投入一点点的话，有可能很快就啊，就这么几年、两年、三年、五年当中，可以有这样子的进步的，这绝对会有的啊！啊，但是这个就是刚刚开始啊，我们的觉悟在啊，在在提升，但是呢，刚刚开始而已啊。然后再进一步的修，再进一步的修的话，那我们的觉悟。 越来越高以后呢，然后这些烦恼就是越来越啊淡化，最后就是没有这些烦恼啊。然后我们的啊觉悟虽然没有达到很高，但是差不多的时候，如果我们去死啊死亡的话，面面对死亡的话，那在死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中阴身啊死亡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啊。 死亡这两个字啊，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啊，它不但不是一个机会，而且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害怕啊，害怕。那我们不想谈这个事情，我们不敢去想这个事情啊，更不敢去面对啊这这个。但是。 呃，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就这么这个人类历史上啊，对这种死亡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不符合实事的解释啊，乱七八糟的解释特别特别的多啊，那这些东西呢，让我们啊。 更加的这个死亡就更加的神秘化啊，然后就是我们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啊，就死亡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啊现象。嗯，啊，第一个我们自己不了解，这是最大的问题。然后呢，就别人就讲各种各样的这些啊这些故事，然后就啊我们很害怕，不敢面对。嗯，咳咳但是作为一个正悟的人、开悟的人来说。 啊，死亡啊，它不是很恐惧的、恐怖的，也不是很神秘的啊，而且它是一个机会啊。为什么是机会呢？啊啊，大家应该知道的啊，我们不是修十禅八定吗？啊，为什么要修禅定呢？啊，就是为了真武啊，这个小乘佛教、大乘佛教。 现宗迷宗，大家的工人就是这样子啊啊，心要静下来，静下来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真悟啊。那心静下来的时候可以真悟的吗？啊，就是佛经里面讲可以真悟的，心静下来就可以真悟。比如说啊，比如说河水啊，水流得特别特别急的时候呢，我们看不见它下面的任何东西。 啊，然后这个水，这个水的了、啊，这个流动啊，很满很满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下面的每一根草、每一个石头看得清清楚楚的，啊，所以佛经里面讲，心静下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的本质啊。如果这句话是对的啊，那这样子的话，心最近彻底的平静是什么呢？就是死亡的时候。 啊，因为死亡的时候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些感官全部停止工作了，它都不工作了啊。所以呢，没有他们的干扰啊。我们打坐的时候，很多人喜欢闭着眼睛打坐，为什么呢？眼睛看到很多东西以后呢，心啊就往外散乱啊，没办法静下来，所以很多东西，很多人就喜欢闭着眼睛啊打坐。但是闭着眼睛，眼睛。 可以比，但是耳朵没有办法的啊，其他的器官是没有办法开啊、呃，没有一个像总的开关一样，把把这都关掉，没有这样子。真正的总开关就是死亡的时候，这个总的开关啊已经关掉了，所有都一下子就没有工作了，全部停下来了。但是遗失它还存在啊，它特别的清醒的啊，它是特别清醒，嗯。 但是眼耳鼻舌身这些外表去感受外面的这些东西的这些，去吸收外面的信息啊，去去接受外面的信息的这些器官，不工作了。但是内在的啊这个，呃意识它存在。这个时候呢，它就远离了所有的干扰啊，它没有任何的干扰啊，极极度的这个平静啊。 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升迁啊，有一点点训练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小乘佛教里面都讲啊，中阴的时候称为阿罗汉啊，中阴的解脱。小乘佛教里面讲，然后密宗里面也讲啊，所以这个时候它是一个一个机会。 为什么呢？这时候全部其他的都不存在。这个时候呢，他的心的本行啊出来了啊，出来了以后呢，因为过去啊有训练，如果没有过去的训练，虽然是出来了，他也不知道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啊，他也不会知道的。但是因为他过去有训练啊，神前就有训练啊，现在这个状态出来以后，他一下子就知道这个就是啊。 本心，这个就是明心见性啊，就就啊是一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很多人啊在中印的时候就会啊就会成佛的。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这些干扰啊，所以可以成可以成就的啊咳咳。但是这些啊，我们现在还活着的时候啊，有这些干扰的时候呢？ 我们的觉悟啊、呃、不是很高，嗯，觉悟不是很。我们虽然是可以感受到啊、呃、空心，但是我们感受到的空心还是比较模糊的啊、呃，还是比较模糊。所以呢，呃，它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啊，但是呢，也不一定能够所有的我们的这些啊、呃、这些啊、呃、烦恼一下子就消灭，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小。 啊，但是一定有帮助的啊！希望大家努力啊！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真正的一个机会。最重要的两个，一个就是我们要去发菩提心啊，另外一个我们要去争取去证悟空心，这两个啊，超过了成千上万的啊，这些什么买宝品供养龙王啊，还有什么这个消灾延寿啊，什么什么。 我这个水陆发挥啊，等等啊，高烧烧这个高香啊，头香啊，啊这些呃都不如这些啊，这叫做佛法啊，这叫做佛法，这叫做大乘佛教啊，大家要记住，就两个两个事情啊，我们学佛的工作，中间的工作就两个，一个要去发菩提心，另外一个我们要去争取啊，争悟这个空心。 嗯，那其他的烧香拜佛这些呢？啊，也可以啊。我们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烧香拜佛啊，都可以。如果没有时间，那这个里面已经包含了所有所有的佛经里面讲，大乘佛教里面讲，是讲啊佛陀亲口说啊，想成就的人，想成佛的人，不需要学太多的，就学一个啊，一个是什么呢？就是。 大慈大悲啊，就学这个就可以了啊！这个对佛的最佳的公平啊，最好的公平是什么呢？我们发菩提心，以菩提心来供养诸佛菩萨啊！这是这个世上最佳的公平啊，最佳的公平。我们的什么花呀、水呀这些，虽然是表达我们对佛的一种恭敬啊。 我们以非常的纯净、非常的恭敬、非常的虔诚的心啊，去烧香拜佛啊的话，那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心纯净，所以我们是有福报的。但是这些东西呢，对佛有没有用？没有用的啊。佛需不需要我们供的这些东西？绝对不会需要的啊。但是我们发出来的这个菩提心呢，啊，确实是佛需要的啊。释迦牟尼佛最希望看到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菩提心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觉悟，这就是佛最希望看到的，也就是最喜欢看到的啊。佛最希望看到的不是我们去啊，这个供水啊，供华呀啊,啊，都不是。当然，当然，我们自己的表达我们的心意啊，可以啊，这个可以，佛教徒可以这么做是有功德的。 有功的不是因为佛需要这些，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心虔诚，所以啊，有功的，嗯。但是真正的啊，真正的这个最佳的公平啊，大家要知道，大慈大悲菩提心是最佳的啊公平啊。这个我们以菩提心来供养佛，供养菩诸佛菩萨，还有就是我们以啊，我们以这个。 正悟，我们以正悟的这个觉悟来供养佛菩萨啊，那这是最佳的供品。所以啊，大圆满的前心啊，无加心里面的啊，密宗的无加心里面呢，供曼荼罗啊，供曼荼罗。那曼荼罗有佛的化身的曼荼罗、报身的曼荼罗，还有发身的曼荼罗啊。发身的曼荼罗的供品是什么呢？嗯。 不是水，不是花，不是金银珠宝，这都不是，是什么？是自己的觉悟啊！自己的觉悟啊！自己的觉悟就就作为最佳的公平来供啊！供佛啊！那这个就是最最最好的公平就是这个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啊，学佛，我们需要啊有一个方向啊，有一个终点。 核心是什么？大家必须要知道啊，啊，这个是我们真正的这个学佛，就是这啊。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些核心的东西啊，然后我们把佛法就揭示啊，揭示为心理学啊，揭示为心灵鸡汤啊，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叫做佛教的世俗化啊，佛教的世俗化。当然，我们有些场合。 对有些群体来说，啊、呃，可以把佛教可以作为一个啊、呃、心理学，或者是佛教作为一种这个心灵鸡汤这样子的层次去推广啊、呃，对有些人是有帮助的，他们只能接受这一点，可以的，啊、嗯。但是呢，整个的佛法都用这样子去解释的话，那最后佛法的真正的核心的东西就没有了。 啊，就没有了。比如说，我们牛奶啊，一杯牛奶加水、加水、加水啊，最后它不是牛奶啊，就是这样子，加了很多水以后呢，它没有牛奶的味道啊，就是这样子，不能把它太过度、过度的去稀释啊，这样子以后最后就不是变佛法了。所以我们两个都需要啊，佛教徒就去修真正的这些佛教的核心的东西。 啊，然后呢，废佛教徒，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有些东西，佛教里面的有些东西啊，通过这个心理学，通过心灵鸡汤啊，这样子去利益众生，也是可以的啊，都可以。但是这个核心的东西是不能失去的啊，所以希望大家咳咳啊努力。好，接下来我们啊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什么是空心啊？空心它本身是什么？我们刚才讲了，私私私属地和生意地分开了啊。那分开了以后呢？啊，到底是应该什么叫做这个空心呢？我们今天讲的，我刚才给大家解释了、啊。那我今天讲的不是很深很深的这个空心，我想这个我们一下子讲这个是没嗯，暂时是可能理解不了的啊。我们讲最基础的这个空心。 啊，那最基础的这个空心是什么呢？啊，这个物质，也就是我们经常我们特别的去在意的啊，我们特别的去在乎的这个呢，这个世界就两个啊，就有两个东西组成的，一个是物质，另外一个是精神啊。除了物质和精神以外，这个世界里面有什么？没有别的啊。虽然是佛教里面啊。 讲无云无云啊，云是什么意思呢？云就是一大堆的意思，一大堆啊。比如说，首先将物质物质，当然有各种各样的物质呀，有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物质都堆积在一起，以后呢，它们的总称啊，总的名称啊，叫做物质啊。用佛教的话讲，叫这个色啊。佛这个《心经》里面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色指的是什么呢？啊，指的是物质啊，物质啊，就是物质、呃。这是我们的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啊，一部分是物质啊。然后另外的一部分呢是什么呢？就是精神啊，另外是精神。佛教虽然讲了五云，但是这个五云是啊。 这个物质和精神，还有物质和精神的运动啊，就这三个里面包含了啊。我们为了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啊，我们就讲这三个啊，一个是物质，一个是我们的精神啊，第三个是物质和精神的运动啊，就这三个大家都非常的清楚了啊。这三个里面呢，佛教讲的五云啊，已经。 包含了啊，色啊色受想色啊香啊收，还有是，就是意识意识，我人的意识的意思啊，这都这个里面都包含了啊，这些都这个里面包含了一一部分呢，它是是什么呢？是物质和物质的运动，另外的几个呢，呃、啊，属于精神啊，他们的属性。 是精神和精精神的运动活动啊，这样子的，所以不需要讲这么多啊。大波尔经，大波尔经里面把每一个啊物质都细化啊，然后就将每一个东西的这个空心啊啊，如果我们细化啊，就逛一点稍微这个细节啊。 细致的东西的话，那我们可以去学这个啊。如果我们简单一点，喜欢简单一点的话，那就是说物质啊、精神和它的这个运动，就这三个里面都包含了啊。那么首先我们看看看物质啊、呃、是什么啊，呃。 大乘和小乘的阿毗达摩，阿毗达摩就是《五部大论》里面的一个，也叫做小乘佛教的阿毗达摩，叫做《居士论》啊。他是专门去分析啊、研究物质的，呃，这个世界的结构和人体的结构和人的精神的结构啊。他专门去研究这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啊，它的它的它的这个成分是什么，它的结构是什么。 人体的结构是什么？人的精神的结构是什么？啊、呃，他就是研究这个，这叫做阿比达摩。啊、呃，那这个阿比达摩啊、呃，里面就讲物质是什么呢？物质基本上就包含了这两个里面，一个是啊、呃、颜色啊、呃，颜色，嗯，红、黄、绿等等这些颜色啊、呃，我们看到的物质。 都是有颜色的啊！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没有颜色的物质啊。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得到的都是有有这个有颜色的啊。所以物质，第一个是有颜色啊。第二个，物质的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呢？啊，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形状啊。物质的形状，比如说长方形啊、四方形啊、椭圆形、圆心啊等等。 啊，就是这些。那、嗯、么、啊，主要是这两个啊当中呢，物质都包含了所有的物质啊。我们先不说我们看不见的物质，我们能够看得见的物质都是这些了啊，都是这些啊。那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特别特别执着的、执着的在乎的啊，然后就是让我们特别特别，有些时候让我们特别高兴的啊。 大多数的时候，让我们特别烦恼啊，让我们特别痛苦的这些物质呢，就是我们看见的这些物质啊，它永远都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这些物质呢，实际上存在不存在都是无所谓的，它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啊，它也不会让我们高兴，它也不会让我们痛苦啊，因为它永远都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让我们高兴的，让我们痛苦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在我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啊。不会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我们先暂时呃，可以可以不关它啊。那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物质，就这两个，一个是有形状，大家好好想想，有什么物质是没有形状的呢？啊，有什么物质是没有颜色的呢？啊。 就是几乎是没有的，都是有颜色，都是有形状这样子的，嗯、呃，那然后呢，我们进一步的去啊、呃、去了解，那这个颜色啊、呃，它啊、呃、存不存在啊、呃？然后呢，形状什么叫形状啊？它存不存在？那、呃、如果这两个不存在了以后呢，等于啊、呃、这个物质是不存在的。如果这两个是啊、呃、虚幻的。 虚拟的啊，这样子的话，那这个等于就是我们的物质世界是虚拟的啊，这样子啊。首先，眼色啊，佛经里面讲，眼色光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物质啊。然后，所有的物质是什么呢？啊，物质它是以物质的最小的单位啊构成的。比如说，我们这栋楼啊是。 钢筋、水泥、玻璃，还有其他的这个剪材啊，建筑材料构成的。嗯，如果这个这栋这栋楼的啊，所有的建筑材料，包括每一个螺丝、每一个钉子，都是真实的啊啊，那这个这个楼啊，就是真的，它不是假的。 那如果这个楼的啊，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假的啊，那这个楼是假的啊，可以这么说。这个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和假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首先啊，我们要确定这个楼是真和假的时候呢，首先要去看它的材料啊是真实还是假的啊，是这样子吧？啊，都是这样子。那同样的我们。 先去了解啊，一个物体啊，一个物体，一个个别的一个具体的东西啊。我们想了解它是真实的还是假的，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去看它的材料，它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啊？它的最小的单位是什么啊？比如说啊，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啊，它叫做啊布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材料。 那这些东西不管是什么样的材料啊，它的是这个线啊，毛线啊，或者是这个丝线啊，这个纤维构成的。嗯，如果我们把这个这这一块布啊拆开了以后呢，它变成什么呢？它就变成很多很多的线啊，它都变成很多的线。这个时候呢，叫不叫啊？这个时候叫不叫这个？ 不，这个时候不叫不，啊，或者是这个小乘佛教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了。比如说啊，比如说一头牛啊，屠夫把这头牛没有宰杀的时候呢，任何人都会说哦、啊，这是一头牛啊，这是一头牛，大家都呃、啊、说这个是一头牛啊，这个动物给大家的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大家认为这是一一头牛。 啊，然后屠夫把这头牛杀了啊，然后把它的每一块的这个它的身上的肌肉啊，都就一块一块的切下来啊，然后他把的所有的这些骨骼都分开啊，分开了以后呢，啊，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说啊，所有的人都会说啊，这个是牛肉啊，或者是猪肉。 哦、啊，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不会去说牛或者猪啊，这叫做牛肉和猪肉啊。原来的这种牛啊和猪的这种关联啊，立即就消失了啊，立即消失。了，现在就有一个新的啊新的这种观念出来了，是什么呢？牛肉、猪肉啊啊牛皮、猪皮啊这样子的观念出来了、嗯、啊。然后牛呢啊，猪呢啊。 我们不知道去哪里了啊！他很多人说应该不会去哪里吧？他本来就是这些了啊！那本来就是这些，那我们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叫牛肉呢？那个时候为什么叫牛呢？啊，这是一种观念而已，实际上就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啊！这头牛身上本来就这些东西，它的灵魂我们看不到，原来也看不到啊！以前它当它是一头牛的时候。 我们也看不到它的意识、它的灵魂啊！我们那个时候看到的，也就是牛的啊啊这个身上的这些东西啊，它的灵魂、它的精神，我们之前也没有看到，现在也看不到啊。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叫它为什么？叫它为一头一头一头牛，一头猪啊啊！那个时候任何人都不会说这是猪肉、牛肉啊。但是啊，屠夫把牛杀了啊。 那现在就是我们任何人都不会说牛和猪啊，那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他的精神的部分不存在了？根本就不是精神。过去我们也没有看到过他的精神，过去我们也没有看到过他的灵魂，都过去也没看到，现在也没看到啊。过去我们看到的东东西，嗯，当中呢没有缺少什么，都在啊。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会叫啊，这个时候我们对牛的这种执着一下子消失了啊，没有了。我们不认为它是一头牛，一头猪啊，对它的这种一大堆的无知啊，对它的执着是什么呢？就产生了性的执着，牛肉啊，猪肉，然后牛的这些啊执着和猪的猪的这种观念呢，消失了啊。 我们再也不会把它当做一头猪、一头牛啊，自然就啊这种执着就没有了啊，这样子。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啊，这个牛肉啊，再切成啊，再分开了以后呢，啊，它就变成什么呢？啊，然后就变成细胞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会说它是牛肉，怕它是猪肉啊，神经细胞、神经元。 啊，这个时候就会说啊，然后就有另外一种执着出来了。那个时候就不会说牛肉和猪肉啊，然后神经和这个细胞再分开了以后呢，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分子原子啊。这个时候我们不会说它是牛肉，也不会说它是牛，也不会说它是啊这个细胞。这个时候我们会说，它不是细胞，它不是什么，它就是分子。 和原子啊，然后再分解了以后呢，也就变成了原子和原子核，然后原子核再分开了以后呢，然后就是质子、中子啊这些更小的东西，最后就是夸克啊。然后呢，这一这每一个东西我们这样子分开了以后呢，每一次这样一分解了以后，我们前面的这个执着自然就没有了啊。 然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执着出来了啊，然后再分解的时候呢，我们之前的这种这种想法、这种观念又没有了，然后有另外一个这，我们的这种执着啊，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是一个很不确定的啊。实际上啊，实际上这牛身上的牛肉、牛肉当中的这个啊，这个纤维。 还有细胞啊，神经元，所有的东西本来就是牛肉，所谓的牛肉也就是这些东西了啊，这些东西就叫做牛肉。然后这个牛肉和牛的骨骼和牛的血液就叫做牛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呢，不是这些细节的东西，就看到一个宏观的啊，然后我们就叫做牛啊。 没有想到有牛的身上有这么多的东西啊！分解了以后呢，最后就是啊，对牛的执着，对这个牛肉的执着，然后对这个细胞的执着，然后对分子的执着，原子的执着，然后所有的执着都慢慢慢慢慢慢啊分开了以后呢，没有最后有一个什么呢？啊，最后就是叫做基本的离子啊，基本离子。 过去的很多的科学家认为，这个就是这个宇宙的基本的单元啊。比如说，我们砌墙啊，墙这个墙壁的最小的单位是什么？就是砖头啊。这个墙是一个一个砖头砌来的。嗯，嗯、呃，砖头就是这个墙壁的最小的单位。同样的，这个宇宙这个时间的最小最小的单位哦，就是这些。 啊，就是这些基本的离子，所谓的基本离子，为什么叫基本？因为不能再小了啊，所以就是基本基本的离子，全部东西，所有的东西，就是这些基本的离子的啊组合啊，变成了这个世界啊，这就是过去的想法。其实到了最终的时候啊，到了最终的时候，这些最最小的这些东西呢啊，它存在和不存在，对我们来说是。 其实是没有一样的，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呢？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出现的，不是牛就是牛肉啊，不是牛肉就是牛啊。除了这个以外的原则夸克，我们哪里看得到啊？看不到啊啊！所以它是存在还是不存在都无所谓了啊啊。啊 如果不是牛，不是牛肉，那我们生活当中就没有什么需要的东西了啊！什么分子原子，我们怎么去用呢？什我们从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去制作过分子啊？什么时候去制作过电子、夸克呀、啊？啊，听都没有听说过那、啊，所以这都是后来科学家发发现了以后呢，又让我们增加了更多的执着，更多的执着啊咳咳！本来我们就只有两个字：执着，很简单的，就牛和牛肉啊。 啊，如果这两个假的啊，那我们生活当中的就是假的了，就是往下我们不需要再往下看了啊。那这两个不执不执，我执着的就是牛和牛肉了啊。那你如果是如果是你能够给我证明牛是虚幻的，牛肉是虚幻的，好，那我就不执着了。那下面的这些更细节的东西，我从来也没有执着过啊，我以后也不会执着。 啊，那你就最好不要跟我讲这么细节的东西就好了啊。所以，所以我们讲小乘佛教阿罗汉啊，他最后的这个基本的例子，他没有搞明白啊，他没有搞明白，所以他没有证悟这个完整的空性，他只证悟了一个简单的空性啊。他为什么呢？他要他要达到的是什么目标？他要消灭的就是对我自己的执着。 那、啊，对我自己的执着消灭了以后呢，我的烦恼啊都没有了啊，我的烦恼没有了以后呢，我可以解决我的生老病死的这个问题了，我可以解脱了啊，更多的我也不追求了啊，我也不去追求，所以它最终的这个啊，最小的粒子啊。 连阿罗汉他没有搞明白啊，他也不感兴趣啊。为什么他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啊？他的目的啊，他要达到他的目的就不需要了解这么多的啊。他就是他的执着，就是我认为啊，我是存在的，我是真实的啊。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东西证明我是不存在。 那就可以了啊，那就可以了。我真悟了这个无我了啊。接下来的这些东西呢，存在不存在都无所谓，我不去管它啊。他他的观点就是这样子。但是大乘佛教是不一样，大乘佛教呢就要成佛啊。成佛的话呢，必须要了解，必须要了解的很透彻。 啊，否则的话就得不到佛的这个啊智慧啊，佛的智慧。我们昨天讲了，佛不是全能，但是佛是全智啊，他是全智，嗯，所以他一定要搞明白。所以佛啊，大乘佛教一定要啊，要要了解这些，小乘佛教他不需要了解。啊。同样的，我们刚才讲的很清楚了，那、啊、只要这个牛柔和牛啊。 是虚幻的啊，那就够了。我们本来本来这个我们一直都特别特别在乎的就这两个了啊。然后现在让我们明白啊，这一大堆的物质不管是什么，反正不是牛和牛肉啊，那就好了。我们的执着就没有了啊，也控制住了，就这样子的意思啊啊。这是大乘和小乘的区别啊，大乘小乘的区别。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真的也要思考一下啊，我们。 原来我们认为这是一头牛啊，那么后来就屠夫把它杀了以后，我们不认为牛。然后呢，那那个时候呢，就有人问我：那牛牛，就你原来认为这这这些物质啊，你认为是牛啊？那么现在你又说这些物质不是牛，这是牛肉。那么刚才的这个牛啊，它去哪里了？它存在不存在呢？它到底是在哪？里？它到底现在此时此刻它在哪里呢？ 啊，那我们怎么回答呢？啊，大家想想，我们会不会说牛啊已经从这个一大堆的这个肌肉骨骼里面分离出来，它走了啊？不会这么说吧？这没有道理的啊啊。那么它没有走，那是它本来就是这一大堆的东西了啊。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里面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啊，没有啊，没有没有牛啊，这是一大堆的牛肉然后牛肉也就是。 啊，这样子分解，这这时候呢，我们在这个理论上啊，第一个我们就看到了啊，空心了。嗯，佛教这跟这个科学是非常非常相同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首先，佛教是通过理论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原来是这样子，所以牛是不可能存在的啊。 因为它是一大堆的这个肌肉和骨骼啊，然后肌肉它也不会存在，因为它是一大堆的纤维啊，纤维也不存在，因为它是是其他的这个这个物质啊，分子原子啊，它首先它是理论上啊这样子确定，嗯，确定好了以后呢，然后他去搭做啊，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去感受啊，去搭作，然后。 亲身体会到是这样子啊，然后就证悟空性了啊。科学也是这样，很多的科学上的这些研究，首先啊，科学家去想啊，科学就是需要一些哲学的基础去想。很多的科学家认为应该是这样子的啊，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子啊，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去实验啊，实验还没有证明，但是呢，理论上证明了。 那、嗯，然后呢？他们去实验啊，就是最终就是实验证明了以后呢，然后确定啊，这就是一个科学的这个结论结果啊，科学实验的结果。那、嗯、同样佛教也完全是这样，首先是通过理论啊去讲啊，应该是这样子啊，一定会是这样子去去这个呃、啊、去啊推理。 最后啊，不仅仅是推理啊，去打坐啊，打坐最后就是亲身感受到哦，原来真的是牛和这个猪，原来就是这么一大堆的物质啊，这个里面就有有液体啊，有固体，有气体啊，这么多的这个物质堆积在一起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啊，就是就宏观的、抽象的。 我们给他一个标签是什么呢？牛、猪、人啊，这样子，嗯，然后一分开了以后呢，啊，不需要任何的逻辑，不需要任何的理论，这东西一分开了以后呢，啊，原来我就觉得，哦，原来不是牛，就是牛肉啊，自己就明白了啊。但是不是所有都是以这种方式啊？另外一个就是。 不需要到屠宰场去看，就是我用啊用智慧去分析啊。牛和猪我们可以到屠宰场去看啊，人也可以到这个田葬的时候去看啊。藏传佛教里面呢啊特别的推荐人到尸托林去看这个田葬，要了解一下人到底是什么啊啊。但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别人，但是。 自己啊，我们最执着的也不是别人，是自己。那自己怎么去看呢？啊，那这个就是唯一的方法，是我们通过理论啊去分解啊，不是通过这个导啊去分解，而是通过我们的指挥去分开啊，然后去看我到底是什么啊，然后觉得其实。 我也是不存在啊，那这样子以后呢？理论上明白了，理论上明白了以后呢？那到底我真的这个是不是这个理论是不是真实的啊？这个理论是不是有错？然后我去打坐啊，打坐去感受啊，亲身体会到这是对的啊，对的，这样子以后就确定哦，无我没有我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执着啊，对我的执着。 对人的执着是无中生有啊，都是无中生有啊，所以我们的为了保护我自己的啊这个，为了我的权益啊，为了我保护我的权利，为了保护我啊，就是所做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啊所说,说的话、想的事情啊，还有很多很多的。 实际上，这都是建立在什么呢？建立在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上啊，错误的观念上。然后，实际上这些都不存在啊。最后就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这个，我们很多时候是不太理解的啊。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啊，科学啊给我们帮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忙啊。 很多人认为科学和宗教啊是矛盾的，水火不容的啊。其他的宗教我不讲啊，佛教跟科学是没有任何的冲突的啊。佛教讲的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些关于物质方面的啊，精神上面的科学还现在目前还不能证明什么啊，目前还不能用科学来印证啊，物质方面啊。 造在两千五百多年，或者是两千五百多年的过程，这么一个漫长的时间当中讲的啊，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些东西啊，就是今天啊，通过这个最先进啊、最简短的科学可以证明的啊，可以印证的啊，难道佛教的这个必须要有科学来印证吗？不需要的啊。 佛教它有一套它自己的不需要的，但是呢，对我们这个年代，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如果能够科学来印证，那就是更好的事情了啊，更好的事情是不是？佛教的所有东西都是用科学来印证，这个不需要的啊，也不可能的啊，很多很多的佛教的这些经结，已经是超越了啊，至少已经超越了目前的科学。 今天的科学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否定，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啊。如果我们说所有东西都要用科学来证明，这不可能的，也不需要的。啊。但是如果能够证明，那是更好的事情呢。因为我们很多的人啊，现代的人是比较相信啊，比较相信科学啊。但是我们不要当一个科学主义者啊，科学主义者和我们相信科学是两回事啊。 科学主义制是什么意思？就是认为所有的事情都要用科学去解释啊。凡是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啊。这叫做科学崇尚主义、科学主义制啊。这是一种错误啊。其实这个就是因为他不了解科学啊，所以这么认为的啊。科学家他不认为这样，他非常的了解科学是什么，他非常的了解科学能够解释什么。 不能够解释什么，他们心里非常清楚的啊、呃，所以啊、呃，我们不要这么认为。但是呢，如果科学能够证明，是最好的事情了啊、呃。所以这个问题上面呢，科学帮我们很多很多的忙啊、呃。比如说啊、呃，简单的说，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物质的一部分就是颜色啊、呃，然后科学家告诉我们，颜色啊、呃、是不存在的啊。呃 这个红黄白绿这些颜色根本就是不存在的，物质世界是没有颜色的啊啊！这个我们相不通吧？我们从来都没有相过吧？物质世界怎么没有颜色呢？那我们的衣服难道没有颜色吗？啊，我们的皮肤也没有，难道没有颜色了吗？如果没有颜色，那世界上三三个人中。 是怎么宣？这不就是皮肤的颜色宣出来的人中吗？啊，如果没有这个衣服的颜色，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的挑剔，花这么多的钱去买自己喜欢的颜色的衣服呢？为什么呢？嗯，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执着呀、啊。科学家告诉我们了啊，所有的颜色实际上就是你自己大脑里面的一个图像而已啊，这个物质世界是没有啊，没有，没有。 啊、呃，没有颜色的啊、呃，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吧，受到伤害了吧？啊、呃，花了那么多的钱去这个挑剔，实际上他告诉我们没有颜色了啊、呃。然后科学家也告诉我们没有声音啊、呃，没有声音了，声音不存在，所有的声音啊、呃，那不存在所有的声音，那我们听到的什么东西呢？啊、呃，就是因为。 因为一个琵琶啊，或者是一个钢琴的这个它的它的钢丝的这个弦的波动，在空气里面呢产生了压力，然后这个压力的波啊、呃，就像水的波一样，就传到我的耳朵里面啊，然后它就震动了我的耳膜，物质上就只有这些，然后呢，我的大脑里面呢就产生了一个一个图像，一个声音啊，这个图像啊。 实际上是没有的啊，那没有这个也受到伤害、受到打击了吧？那我们花钱到去听音乐啊，那听什么呢？我们花钱到底买的什么？不就买的是我自己大脑里面的图像吗？啊，这都是科学家告诉我们的。佛教一直都在讲，但是呢，我们很多人就不太相信了，不可能吧？不会吧？啊，但是科学家告诉我们的事情呢，那我们那不能说。 啊，不能说不可能吧？啊，当然，科学不是不不不可能，是没有错误，当然有错误了。但是这些都已经是大家公认的啊，科学的结论啊。那我们已经这个是科学帮我们啊，帮佛教啊，帮佛教印证啊，空心是对的啊，颜色啊，这叫做现空无边啊。什么叫现空无边呢？颜色实际上是没有颜色。 啊！但是我们的眼睛是看到这个颜色啊，所以有颜色的这种现象，但是没有颜色的实质性的东西。啊。但是我们啊，科学家他自己也也还是执着他自己的衣服的颜色啊，他自己也会执着的啊，他自己也会执着他的皮肤的颜色，但是他已经知道了这些都是不存在，是自己大脑里面的，但是他还是很执着自己大脑里面的东西。 啊，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没有去修啊、呃，没有修，就是因为没有修。他理论上知道了啊、呃，这是他的研究的结果，他特别的清楚这些衣服没有颜色，这个皮肤颜色没有颜色啊、呃，但是他还是会还是会执着，原因是没有大做，没有去修心啊、呃。还有一个呢，他把这些东西啊、呃、没有用到。 修心啊，他不是从修心的角度去研究这些啊，用处不一样的啊，所以，对他没有带来什么啊，空性啊、物我啊这方面，实际上啊，这个是是跟我们佛教讲的空性是一个意思。好，这个第一个，大家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没有烟丝啊，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难道真的没有烟丝吗？那么没有烟丝的话，那我们的衣服的烟丝是怎么产生的啊？那刚才讲了，科学家他有他的解释，这个就是我们大脑里面的啊。 一个画面啊，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很喜欢这个大脑里面的这个画面呢、啊。虽然这个画面跟外面的物质没有关系，物质是没有颜色的，但是这个没有颜色的东西到了我这里就有颜色，我还是很喜欢，我还是很挑剔。那、啊、这不就是执着吗？啊，这就是执着。现在就是要摧毁这种执着了啊、呃。颜色就是这样子，还有形状啊，还有形状。 各种各样的这个形状，建筑物的形状啊，还有我们，呃，这个自己的身体身材也是形状，大家很执着，很执着的啊。颜色不就是皮肤，这不是颜色吗？这个也就很执着。两个都被科学打破了，颜色没有了，是没有形状，那就身身材也就没有必要去执着了。这些、个、科学家告诉我们，没有形状了啊。那。 这是怎么怎么告诉我们啊？就是因为这个物质某任何一个物质啊，任何一个物质，比如说我们在沙滩上啊，沙滩上把很多很多的沙子弄来做啊，这个佛佛像佛塔。 或者以及其他的建筑物的形状啊，但是这个呢，它不是一个建筑物，它也不是一个佛塔，它是一粒一粒的沙子，都是一小一小一小粒的这个沙子啊，海滩上的沙啊，同样的啊，同样的我们看到的这个形状啊，包括自己的身材或者是任何一个建筑物的形状啊，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它是一种虚幻的东西。 啊，怎么是虚幻的东西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刚才也讲过了，物质什么是物质？物质的结构是什么啊？那它的结构就是分子，然后是原子，嗯，然后原子啊，原子的百分之九十啊，百分之九十九点啊，然后后面加七个七个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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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都是空的。 啊，都是空的。那么真实的东西有多少呢？百分之零点啊，就一几几个数字才是真实的，其他的都是假的啊，都是假的。那么这样子的虚幻的东西，无数的虚幻的东西凑在一起了以后呢，就胖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一个庞大的虚幻了啊。 庞大的虚幻的东西，这个虚幻的东西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些物质啊，眼前的物质，眼前的所有的物质，不是一个某一个东西是啊，不是这个原子组成的，都是原子组成的。那么原子的百分之九十九点啊，就就就就就都是空的，都是虚幻的啊。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无数的虚幻的东西加在一起啊，变成了一个庞大的虚幻的东西，在我们的眼前就变成了一个物质了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执着的这些物质啊，这就是我们执着的物质。所以形状啊，椭圆形的、圆形的、四方形的、长圆形的啊，就是这些，实际上就是一大堆的虚幻的东西。 那这个虚幻的东西从哪里来呢？啊，为什么是啊零点几个东西以外都是都是虚幻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啊，这个大家都听说过了，大家都明白了一个原子什么东西呢？啊，看起来啊看起来就像一个点状的物质啊点状的物质，比如说原子啊可以放到。 像一个鸡蛋啊，怎么打的话，那我们可以形容啊，原子原子就是一个圆心的啊，一个这样子的物体啊。但它真的是一个圆心的物体吗？不是，它的像鸡蛋这么，或者像一个皮球这么大的啊，物质当中的百分之九十九啊，然后点九九九九，这个都是虚幻的都不是真实的东西啊。 那不是真实的东西，它怎么为什么要变成一个啊、呃，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圆心的这样子的东西呢？这个为什么呢？啊，然后是我们的错觉啊，我们的错觉，佛教里面早就有这个说法了啊，佛教就讲。 旋火轮，旋火轮的意思是，比如说我们电啊，我们电一只响，然后光线比较暗的地方，慢慢的去转动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一根像啊，一只像啊，速度稍微再快一点的时候呢，也是一根像。再快的时候转动的时候呢，它在我们的视线里啊，它就变成了一个圆心的火光啊，环心的环心的火光。啊 啊，但是这个火，这个环形的啊，是一个圆形的，应该是有三百六十度啊。那么三百六十度当中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虚幻的啊？三百六十度里面的一个度啊是真实的，这、就是一根线啊。然后其余的啊，三百六十度当中的三百五十九度啊，它不是真实，是我们的错觉。 啊，因为他的书读啊太快了，我们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欢欣的东西了啊，然后用无数的这样子的欢欣的东西啊，在一起的话，那他就庞，他就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欢欣的东西，然后他的东，他的这个庞大的欢欣呢，可以。 把它变成一个啊、呃，建筑物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扇的形状，一个房子的形状，一个汽车的形状啊，这些都叫做形状，但是呢，它们都是环，都是错觉，是我们自己的错觉啊、呃。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一下子就明白哦，原来眼色也是空啊、呃，然后呢，形状也是空，那什么是不空呢？啊、呃，那我们说不出来。刚才不就是说？ 百分之零点啊，什么什么是不空的吗？啊啊，接下来我们再观察它，它也不成立了。最后就是变成了最小最小的单位，最小的单位啊。科学目前还没有突破这一点啊，但是佛法早就讲过，最小的单位也是没有的啊。最后最小的单位，那么最小的单位也没有，那这个物这个物质世界是不是无中生有？不是，这个物质世界是我们的内心。 的我们内心世界的一种一个投影啊，一个投影，它是我们的内心的世界的一个投影啊。这个投影啊，投影出来了以后呢，然后你认为它是一个真实的，去分析分析分析，再分再分再分，最后分的没有了啊，没有了以后呢，啊，它的源头在哪里呢？它的源头不在外面，它的源头就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啊，是我们的精神世界。 的创造出来的一个虚幻的东西啊，但是这个虚幻的东西一再的可以分解下去，最后就是我们啊，最后就是不存在啊，不存在的时候回头一看，哦，原来，原来真正的源头不在那里，就在这里啊，这个可能科学上面可能还要等个三十五十年啊。 啊，那个时候他们一定会这么讲啊，佛教造就这么说啊，最后就是我们最后就落到什么？落到我们的心。然后我们的心有是什么？啊，这个时候呢，再进一步的观察，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世界是物质和精神啊，物质就解决了，没有了，现在已经证明它是一个虚幻的东西。然后进一步的去了解，那我们的心它到底是不是存在的？ 那他也是一样啊，他也是。如果你不观察，他胡思乱想，各种各样的这个念头不间断的出来啊，他似乎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啊。但是呢，进一步的深入的去了解的时候呢，他也是这样子啊。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用科学的仪器呃来证明，这个唯一的方法就是去打坐啊。 这个就禅宗啊，大德住持有一句话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这就是自己去大做大做的时候，立即就明白它也是什么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最后物质世界、精神世界，最后都是啊，发现他们是虚幻的，他们是错觉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从梦里面醒过来了啊。 已经醒过来了啊、哦，我们原来知道、哦，原来这都是我跟做梦是一样，我梦里面看到的跟我现实生活是一样啊。这个时候呢，就我们的觉悟已经提升了很很很高很高的高度了啊啊，有、啊、很高的高度。这个时候我们以站在这个高度去看这个时节啊，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时节。 不能影响到我们的心啊，而我们的心去控制这个世界啊，不是这个世界来控制我们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去控制我们的名利啊，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些烦恼啊，而不是名和利和烦恼来控制我们的心啊。这个时候就超越了，这叫做超越轮回啊。 大乘佛教讲超越轮回，但是我们不能脱离轮回啊！我超越了以后呢？那然后我的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然后接下来我们我们回来让更多的人超越啊！这个道理啊，让讲给更多的人啊，然后让更多的人超越，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工作，这叫做。 不脱离轮回啊，但是我们要超越。如果我自己没有超越，我在这个这个轮回当中的话，那我不能做任何的事情啊，因为我的心啊，经常都受到外界的这些干扰，我的心不去不能控制任何一个东西啊。那这时候呢，我一定要超越啊，我要超越啊，我的心就可以高高在上，所有的这些外面的这些东西，物质名利。 都在下面啊！这个时候呢，然后我们超越了啊！从此以后就不会啊，我们的心不会当啊名和利的奴隶啊，不会去当这个物质的呃奴隶啊！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已经有强大的力量啊！这时候他就不会怕生老病死啊！但是呢，他发现很多很多的人还没有知。 还没有动这个道理，这时候他特别的想这个道理讲给大家听，让更多的人啊醒、呃、过来欢迎，欢心啊，所有的人，这叫做度化众生啊。好，我们今天这个时间超过了，我们今天讲的空心就讲到这里，啊、呃，非常感谢大家。然后，然后接下来啊、呃，我们还有。 呃，时间是已经超过了，但是可能有些人还想提问题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大概就是五分钟、十分钟这样子的，呃，时间当中啊，我们提问题，大家交流一下。然后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空性啊，怎么样去用啊？怎么样去用？怎么样去修？这个我们明天要讲啊，怎么样去落实？怎么样去操作？它的操作系统？ 我们明天要讲啊，今天呢也是一个理论啊，就像一个理论啊，实际的操作的方法呢，我们明天要讲。这个理论大家有什么疑问？我们啊十分钟的时间当中，大家提问题。请问上师，呃，他这边问的是如来藏，他说佛性如来藏是否是恒常的？那么它同时也是空性的吗？对，佛性如来藏。 它是恒常、永恒的，但是所谓的永恒是什么样子啊？印度教啊，印度教里面呢也有也有同样的意思，永恒的，比如说自我啊，自我是永恒的啊，存在的。他们有些时候也会说啊，不可思议的。那么佛教也讲这个永恒啊，不变的。 但是所谓的永恒是什么意思呢？它不，它没有一个永恒的东西啊，但是它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叫做永恒啊，是这个。它有一个永恒的东西和啊没有变化的叫做永恒，这两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像印度教很多的其他的宗教呢，他认为。 存在着一个永恒的自我，它是存在的啊。然后佛教也讲如来藏是永恒，但是呢，他不认为有一个什么永恒的啊存在的物质，只不过就是没有什么变化而已。没有变化的就叫做永恒啊，这样子。嗯，已登已经登地的菩萨再来再来时，是否还要重新修行，要重新证悟？ 那么，是否登陆呃登地了以后呢，就永远超越轮回？呃，登地的时候呢，就很大的程度上已经是超越轮回了。但是不是他不需要修，还是要修的啊、呃？登地的意思就是一地菩萨了，还有二地、三地、四地、五六七八九十啊、呃，十亿才是佛。所以他还有一些功课他还没有做完，所以他还要修哦、呃。但是呢，他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是超越轮回了。 那个《金刚经》里面讲，一切有为法都是如幻如梦幻泡影，啊、呃、他从他说从中观里面学习到，啊呃,呃，对这个有一些感受，那么感觉这个世界是有如梦无幻的感觉。那么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么那个刹那生灭的这个啊、呃，就说这个世界是刹那灭，那么我们修行有用吗？对，修行会刹那生灭吗？对。 既然是修心，也是刹那的生灭的话，那就是是不是有用，是不是没有用了？可能是这个意思。但有用的，为什么呢？就是万事万物啊，都是生灭的，都是生灭。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生病的这种疼痛的感受，它也是生灭的啊。然后我们服下去的药。 它也是生灭的，但是这个生灭的药可以控制生灭的这个疼痛的感受啊，所以修心也是生灭，烦恼也是生灭。但是呢，有用的啊，生灭的东西可以控制另外一个生灭的东西是有用的。心和心事的区别以及心和心事的关系，一是，一是绝大多数的时候啊，指的是我们的。 一第六意识，佛教里面发分呃分八个八个精神的层面啊，那那个里面的意识呢，绝大多数的时候就指的是、嗯、意识。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们去思考、判断、分析哦，这个有这个功能的这个精神叫做叫做意识啊。心识呢，绝大多数的时候就指指的是它。 啊，然后心呢也是啊，很多时候也指的是它。呃，有些时候呢，啊，心的范围就比较广一点，整个的精神世界叫做心啊。但是心，佛教里面讲的“心”啊，它永远都不会指，永远都不会是心脏啊，不会是心脏，它指的是心精神。当自己的第八意识，当第八意识转成如来藏的时候。 是不是就等于是正悟空性？如来藏专称佛的智慧的时候是，第八世、第八意识转成如来藏。应该准确的讲叫第八世啊，不叫第八意识。意识就是我刚才讲的第六，应该叫做第六意识啊。那第八世那通常我们叫第八世。那第八世转化佛的时候呢，不仅仅是。 这个经济境界已经很高了，那个就是成佛了，不是不是，不仅仅是真我、啊，真我呢？比如说，啊、呃，异地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非常啊标、呃、准的这个真我了，但是那个时候啊，这个第八世还没有转化，第八世第八世转化为佛的啊、呃、智慧的时候，已经是第十一地成佛了，这个境界已经很高很高了。 如果有一个幸福家庭，疼爱自己的丈夫或是妻子，生活舒适美满，那么怎样修出离心？哦，这个我们的这个看世界的眼光特别特别的小，我们都是这样子啊。很多人说我为什么要去修心呢？我现在很好啊，啊、呃，我身体健康啊，我有钱呐、啊，我家庭和睦呀、啊，我没有什么心事呀、啊，为什么要去修心呢？ 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啊！修心不是因为我们现在不幸福就去修心了啊！如果我现在幸福了，这个不等于我生生死死都会幸福啊。啊！修心也不仅仅是因为我现在当下不幸福，所以我去修行，这当然不是这样子了。修心就是。 一个长远的计划，就是提升我们的整个的人的慈悲心和智慧，然后我去啊、呃、去帮助更多的人，就是为了这个而修行啊。 不，并不是说因为我们家庭不和谐了，所以我要去修行呢、啊，啊、呃，或者是我工作不顺利，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临时抱佛教，平时都不修行了，问题问题来的时候就就,就去烧去烧高香、投香，没有用的。所以这个是这个是一个，当然很多人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缺乏了佛教的常识啊。 所以啊，就导致这样子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两个是不矛盾的。你的家庭非常的幸福啊，然后呢，很有钱，有名声，有地位，反正我们世俗的人羡慕的，所有都有，都有了啊。那是不是不需要修行？当然不是了。这个我现在有，但是明年我有没有这些东西都说不清楚，更何况是下一世再下一世了啊。所以呢，我们啊。 尤其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啊，他没有这个名声，没有钱，没有这样子的幸福的家庭，那你为什么有呢？这是偶然的机会吗？当然不是呀、啊，是你自己过去的这个福报啊。既然是你过去的福报，那你应该进一步的去创造。 更多的福报啊！如果你希，如果你愿意啊，生生世世永远都这么这个幸福的话，那你应该去更多的去创造这个因缘呢啊,啊！所以，所以这个呃，我们现在啊、呃，幸福快乐啊、呃，不能说明我们不能不需要休息。呃，参加了这个慈善团体，那平时有很多的时间要做慈善工作，会耽误文文思修的时间。 那么要如何取舍？是慈善啊，我们佛教徒，尤其是大乘佛教，一定要去做的事情啊。这个，呃，这个很多很多的慈善，我们佛教，啊、呃，六度里面的第一个啊，就是布施。啊、呃，是佛是特别特别强调的，但是我们的慈善确实是没有啊，基督教的慈善做得好啊。 这个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不怎么去参与的。但是这个是一定要参与，但是呢，前提的条件是什么呢？啊，还是同时我们必须要有有,有时间啊，去学习和修心啊。如果在这个慈善和这个这两个当中啊，只能选一个啊，一个的话，那我们怎么选呢？啊，比如说啊。 就有什么自然灾害啊，有这样子的特殊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牺牲我们的文思修行啊。我暂时没有时间去学习了，但是没关系，我以后有的。我现在这段时间这个时间段，我还是去当义工，我还是去做慈善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需要的啊，很多人需要这个啊，可以这样子。但是通常啊，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首先要提升自己，尽快的去提升自己。然后呢，慈善呢，我们以后去。 进一步的去做啊！如果两个这两个我们同时可以做的话，那就我们把时间安排好啊。每一天的我的这个，除了我的这个工作赚钱呃和生活的工作以外的时间，我们可以分两部分啊，两部分。然后一部分是我的修心，另外一部分就是慈善。但是这个时间是那一个是更多的时间、更长的时间安排给他呢？那我们看，如果这个慈善是。 很多很多人特别特别需要啊，紧急情况下，那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还是宣啊，宣择慈善啊，平时的时候呢，就多一点的时间用来学习修心，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合理。在道场上，如果遇到这个不如法的问题，影响到自己的信心，还有呃，对自己的修行造成影响的话，那应该嗯，应该怎么怎么处理？ 道场上啊，我们的佛教的团体的这个道场上面呢，也有很多，有很多时候呢，就遇到一些呃一些问题，比如说排啊排别啊，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是学啊这个学某一个某一个门派的。 但是呢，这个门派里面呢，比如说大家都是禅宗，或者是净土宗，或者是藏传佛教，但是这个里面呢，人就会分很多很多的派，那这些派之间的一些，呃，一些斗争啊，斤斤计较。 还有就是一些这样子的争执啊，还有甚至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的观点不一样。我们学佛的时候，一个人说这个佛经的应内容应该是这样子啊，另外一个人说你是错的，不应该是这样，另外一个观点啊。然后两个人开始辩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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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真正变成变成了真正的这个啊。 辩论最后就是不是这个理论的辩论，最后就是要开始打假了啊，骂人了啊，也有这样子的问题啊。那这些问题都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缺乏了一个呃政治增减啊，还有一个呢政治增减的落实时间啊，也就是我们佛教的话来讲，就是我们没有。 没有没有这个修心不到位啊、呃，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认识不到位的时候呢，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然后呢，修心不到位的时候呢，也有这样子的问题。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刚刚学习的初学者啊、呃，这个时候呢，我们最需要的是入菩萨心里面的啊、呃，这个安人品啊、呃，忍辱品，大家要忍一忍。 大家要让让步，啊、呃，这样子这些都会过去了啊。然后呢啊，这些过去了以后，大家都自我反思，然后好好修心，的话就这些应该是、嗯、可以过去，应该是这样子可以可以解决的。呃，那个呃，听听经文法，听这个咒语啊，是有加持力的。那么听那些破戒者念的经文咒语，会有反效果吗？然后就说，如果明知呃。 这些事情是一个破戒者所做的，然后还要去帮他做推销的话，是否有罪过？呃，一般的，一般的，比如说，比如说出家人的这个节律，先众的节律，或者是这个菩萨的节律。啊、呃，这些破解了以后呢，那他比如说虽然是虽然是破解了，但是呢，他去比如说念咒，从这个主持一些这个佛事活动这样子的话是没有问题的，还是。 年经还是有有帮助的，这个佛经里面有记载啊。但是呢，密乘劫就是比较严格啊。密乘劫破了，然后他故意的就不去忏悔，超过了三年啊以后的话，那就是他就是这一生当中呢，就是没有没有机会再去这个回复啊。但是忏悔的可以可以继续忏悔的嗯，啊，所以密乘劫的话，这种情况呢。 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不太好啊。其他的戒律没问题的。好，我们最后一个题目啊，呃，那个学呃，就是如果自己对好几位大师的开示都觉得很相应，那么呃，可是有说学佛最好是就是一门深入，那么应该专心听一位大的好，还是只要是相应的就多听几位也没有关系？ 只要大家都说的没有错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几个、十个、八个、二十个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也不会嫌多。如果是错的话，那一个人的也不能听了。我觉得虽然是一个人，一个人的也不能听了，听了也就会一个人也让你走错误的路。如果大家都说的没有错的话，那十个人、一百个人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个。 要看自己的，这个我们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就讲，如果如果自己的心心啊足够很虔诚的人的话，那可以听很多很多人的，都可以的。嗯，如果心心啊不怎么不怎么足够，也就是不怎么虔诚的人呢，那还是要就烧几个人的话，可能是烧几个烦恼，所以不要太多的人啊。 就是太多的人的话，到时候我看的问题也太很多很多了，因为人越来越多，问题也就越来越多，最后就承受不了了，所以还是少一点比较好。好，我们可以回乡了，啊，我们大家啊，今天的这个听经闻法的功德，我们回乡啊，天下所有的众生。 啊，以我们的这个山根能够健康长寿，然后就是最终或者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或者能够成佛，啊，这是我们的主要的这个发愿。然后在下面呢，我们昨天也讲过了自己的一些和些呃各种各样的这个发心啊，发愿许愿也是可以的啊。我们现在开始画这个回香。

嗡嘛阿吽伴着人格的伴马色德吽，嗡嘛阿吽伴着人格的伴马色德吽。谢谢，谢谢大家起立。阿弥陀佛。